后呢，正式宣布我们 ABN 班的今天的ID 招商大会呢正式开始。那我想呢，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招商会，让各位能够知道说跟 ATFX 合作有什么样的好处呢？我的理念要把 ATFX 做到有在地化的服务。我们公司现在的定位就是，我希望你会觉得跟我们合作是独一无二。今天公司已经提供了你们这么好的一个平台，那我也希望我们可以给到你们很好的反馈，然后你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客户。那如果你们是有顾客 ，OK， 要简单的，我们可以选择这跟单系统最方便的。不过有一句说话我得叫，就系话你将个黄金摆喺柜桶里边，十年之后你翻出嚟都系一个黄金。但你做咗嘢，你用呢个资产去创造财富咧，你先至要得嘅。所以大家我哋可以好好合作，互相配合。多谢大家。而且为了我们 ABN 的经理礼品。